论一首方五十九首，论曰卜方通治五劳六疾，七伤虚损，五劳五脏病，六疾六腑病，七伤表里受病。五劳者，一曰治劳，二曰思劳，三曰忧劳，四曰心劳，五曰疲劳。六疾者，一曰气疾，二曰血疾，三曰筋疾，四曰骨疾，五曰髓疾，六曰精疾。七伤者，一曰肝伤善梦，二曰心伤善忘，三曰脾伤善饮，四曰肺伤善萎，五曰肾伤善唾，六曰骨伤善饥，七曰脉伤善嗽。烦远思强虑伤人，忧悔悲哀伤人，喜乐过度伤人，愤怒不解伤人，急急所怨伤人，七七所患伤人，寒暄失节伤人，故曰五劳六疾七伤也。论伤甚重，且言其略，后方悉主之。建中汤治五劳七伤，小腹疾痛，膀胱虚满，手足逆冷，食饮苦吐酸痰，呕逆，泻下少气，目眩耳袭，口焦，小便自立方，焦夷八两，黄干姜当归各三两，人参半夏橘皮芍药甘草各二两，附子一两，大枣十五枚，上十一味举，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半，去子，下焦夷阳肺，分四服，参师有桂心六两，生姜一斤，无橘皮，干姜，又方治虚损少气，腹胀内急居饮小腹至冷，不得屈伸，不能饮食，寒热头疼，手足逆冷，大小便难，或腹下痢，口干，梦中泄精，或食吐逆恍惚，面色枯翠，右腹微肿，百节疼酸方，附子脓蒲各一两，人参甘草桂心当归茯苓各二两，麦冬黄龙骨各三，上十五味举，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四升，去子，纳饴糖，每服八合，日三夜一，渴者加生姜一倍，又方治五劳七伤，小腹疾，脐下膨，两胁胀满，腰脊相隐，鼻口干燥，目暗 KTKT， 愧愧不乐，胸中气急逆不下食饮，经中侧侧痛，小便黄赤，尿有余力，梦与鬼神交通，去经，惊恐虚乏方，饴糖八两，黄远至当归一方五，泽泻各三两，芍药甘草人参龙骨，上十一味举，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去子，纳饴糖令阳，一服八合，消息又一服，身湿无饴糖，远至泽泻龙骨，有桂心六两，半夏一升，附子一枚，小建中汤治，男女因积劳虚损，或大病后不复常苦，四肢沉滞，骨肉酸疼，息息少气，行动喘，或小腹拘急，腰背强痛，心中虚悸，咽干唇燥，面体少色，或饮食无味，阴阳肺弱，悲忧惨凄，多卧少起，久者积年，轻者百日，见至瘦削，五脏气结，则难可复振治之之方。甘草一两，桂心生姜各三两，芍药六两，焦夷一升，大枣十二枚，上六味举，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去子，纳焦夷，每服一升，日三服，煎三日，复作一剂，后可与诸丸散，仲景云藕加不可服，肘后云加人参黄各二两加，若患痰满，黄建中汤治虚劳里及诸不足方，
黄生姜桂心各三两，甘草二两，芍药六两，大枣十二枚，宜一升，上七味举，以水一升，煮取三升，去籽，纳宜，温服一升，日三，见日再作呕者，加生姜，腹满者，去枣加茯苓四两，加仲景、古今鹿宴并同参师，至虚劳腹满食少，小便多者无疑。有人参二两，半夏一升，又至大虚不足，小腹里及劳寒居饮其，气上冲胸，短气，言语谬误，不能食，息息气乏闷乱必笑，至虚劳，下焦虚冷不甚渴，小便数者，有人参、当归各二两，若失荆加龙骨、白脸各一两，古今鹿宴至虚劳里急，小腹急痛，气饮胸胁或心痛短气者，以干姜代生姜，加当归四两。前胡建中汤治大劳虚雷烈，寒热呕逆，下焦虚热，小便赤痛，客热上熏头目、脊骨。前胡二两，黄白芍当归茯苓桂心各二两，甘草一两，人参半夏白糖各六两，生姜八两，上十一味举，以水一豆二升，煮取四升，去籽，纳糖，分四服。勒令建中汤治虚劳少气，心胸淡冷，食精涕，心中悸动，手足逆冷，体肠自汗，五脏六腑虚损，肠鸣风湿，营卫不调，百病补诸不足，又治风里疾方。黄人参、橘皮、当归、桂心、细心、前胡、芍药、甘草、茯苓、麦冬各一两，半夏二两半，生姜五两，大枣二十枚，上十四味举，以水二斗，煮取四升，每服五合，日三夜一。参师无橘皮、细心、前胡、甘草、麦冬，有乌头三两，川椒二两，远志二两，胡洽、崔氏有乌头五枚，川椒一两。崔氏勒令大黄汤及此，黄汤治虚劳不足，四肢烦疼，不欲食，食即胀，汗出方。黄麦冬、桂心、白芍各三两，人参、当归、细心、甘草五味子各一两，前胡六，上十四味举，以水一豆四升，煮取三升，每服八合，日二服。参师治虚乏，四肢沉重，或口干稀稀少气，小便利，诸不足，无脉门冬、五味子、细心、前胡，有桑飘烧二十枚，治丈夫虚劳、风冷少损，或大病后未平复而早牵劳，腰背强直，脚中疼弱，补诸不足者，五五味子、细心、有远志、橘皮各二两，蜀椒一两，乌头三枚。短句治虚劳少气，小便过多者，五五味子、细心、人参、前胡、茯苓、半夏，有黄芩一两，地黄二两，以水九升，煮取三升，治虚劳胸中客气寒冷痞痞，素食不消土衣，斜肩水气或流饮长鸣，食不生肌肉，头痛，上重下轻，目 KT 呼呼，去来燥热，卧不得安，小腹急，小便赤，余力临事不起，脓谱二两，胡洽治五脏内伤者，无脉门冬、五味子、当归、细心、前胡、茯苓、明大黄汤、延年蜜露主补虚损，强肾气者，无脉门冬、五味子、细心、前胡，有防风、川芎各三两。大建中汤治虚劳寒，饮在胁下，决决有声。
隐已如从一边下决决然也。有头病冲脾起，银两乳内痛。李吉善梦失惊，气短目 KTKT， 呼呼多望方，川椒二合半夏，一升生姜一斤，甘草二两，人参三两，饴糖八两，上六味举，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子纳宜，温服七合。李吉居饮加芍药，桂心各三两，手足厥，腰背冷加附子一枚，老者加黄一两，治五劳七伤，虚雷不足，面目离黑，手足疼痛，久立腰疼，起疾目眩，腹中旋疾，而有绝伤外饮四肢方生姜芍药甘地黄甘草川芎各五两，大枣三十枚，上六味举，以水六升，自一宿，明旦复以水五升，和煮取三升，分三服，药入四肢百脉，似醉状是效。无生姜用干姜二两，酒自一宿用之，常行此方神妙。肾利汤治虚劳损雷乏，咳逆短气，四肢烦疼，腰背相隐痛，耳鸣面离暗，骨坚热，小便赤黄，心悸目眩，诸虚乏方。阳肾一具，桂心一两，人参则泻无，味子甘草防风川芎地骨皮黄当归上十六味举，以水一斗五升，先煮肾，取一斗，去肾入药，煎取三升，分三服，可常服之，广济治虚劳百病。无人参、甘草、川芎、当归、芍药、原参、生姜，有葱蓉三两，牛膝、五加皮各二两，胡洽治大虚伤损，梦物惊悸，上气兼息，肾中风湿，小腹里急隐腰脊，四肢常苦寒冷，大小便色厉无常，或赤或白，足微肿，或昏辟善忘者，无则泻、防风、黄、原参、磁石、骨皮，有黄芩一两，麦冬、地黄、远志各三两，大枣二十枚，催是治肾脏虚劳所伤补益者。无川芎、原参、骨皮、磁石，有黄芩、远志各二两，甘地黄三两，麦冬四两，大枣二十枚，治五劳六疾八风十二痹。补诸不足者，无则泻、甘草、防风、芍药、原参、骨皮、生姜、五味子、有附子、丹皮各一两，地黄一两半，母荆子、菖蒲桑飘烧各二两，进效方除风下气，强腰脚，明耳目，除痰饮，理营卫，永不染食疾。诸风者，无当归、芍药、磁石，有独活、牛膝各一两半，麦冬二两，丹参五两，味煮散，分作二十四帖，每帖入生姜一分，杏仁十四枚，水三升，煮取一升，右方阳肾一具，切去之，以水一斗六升，煮取一斗三升，大枣二十枚，桑皮六两，五味子黄葱蓉八几天防风秦椒泽泻人参桂心山药丹参远志茯苓，上二十二味举，纳肾之中，煮取三升，分三服，相去如人行五里再服。增损肾利汤治大虚不足，小便数，虚膝焦隐隐，膀胱满急，每年三服中常服三剂，与方中商量用之。阳肾一具，麦冬骨皮人参十胡瓜蒌根甘地黄泽泻桑皮一作桑剂升五味，上十七味举，以水一斗五升，先煮肾，取一斗二升，去肾纳药，
主曲三声，去子，分三伏，短句无十胡，瓜蒌、谷皮、桑皮、茯苓，有川芎、川连、龙骨各二两，飘烧二十枚，又治肾气不足，消渴饮饮，小便过多，腰背疼痛者，无石斛、瓜蒌、桑皮、谷皮、甘草，有川芎二两，黄芩、芍药各一两，桑飘烧二十枚，鸡皮一两，催是治脏损虚劳，里子欲增损者，无石斛、瓜蒌、谷皮、桑皮、有黄、黄芩、芍药、防风各二两，治左邪气冲膈上满，头上有风如虫形，手中完毕，鼻塞、脚转筋不能伸缩，两目时肿痛方诸肾，一句防风川芎橘皮则泻桂心石斛各一两，半夏茯苓丹参通草生姜各二两，甘地黄三两，上十三味举，以水一斗半，煮肾，减三升，去肾下药，煮取二升七合，去子，分三服，五补汤治五脏虚竭短气，咳逆伤损，意欲不足，下气通津液方，五味子桂心人参甘草各一两，麦冬小麦各一升，生姜八两，粳米三合，蟹白枸杞根白皮各一升，上十味举，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口燥先煮竹叶一把，水减一升，去叶纳诸药，煮之，一方无生姜，凝唾汤治虚损短气，咽喉凝唾不出如胶塞喉方，麦冬五两，人参茯苓各半两，前胡三两，芍药甘草地黄桂心各一两，大枣三十枚，上九味举，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补汤方车前子三两，防风桂心各二两，八戟丹参鹿茸地黄枸杞根皮五加皮各五两，人参汤治男子五劳七伤，胸中逆满，亥时乏气呕逆，两胁下胀，小腹急痛，婉转欲死，调中平葬礼绝伤方，人参当归白芍甘草桂心麦冬白糖生姜各二两，前胡橘皮川椒茯苓五味子各一两，枳实三两，大枣十五枚，上十五味举，以冬流水一斗五升，自药半日，用三年陈炉烧煎，取四升，纳糖附煎数沸，服一升，二十以下六十以上者服七八合，虽年盛而久累者，亦服七八合，日三夜一不耳，药力不接，则不能救病，要用老水沉炉，不则水强火盛猛，则药力不出也。贞观初有人患雷兽待死，余处此方一剂，即柴如汤卧血，所以记录之。内补散治男子五劳六绝，其心伤者令人善惊，妄怒无常，其脾伤者令人腹满喜衣，食尽欲卧，面目萎黄，其肺伤者令人少惊，腰背痛，四肢厥逆，其肝伤者令人少血，面黑，其肾伤者有积聚，小腹腰背满痹，咳唾，小便难，六绝之为病，皆起于大，劳脉虚，外受风邪，内受寒热，令人手足疼痛，膝以下冷，腹中雷鸣，时时泄力，或闭或立，面目肿，心下愧愧，不欲语。曾闻人生方，地黄菟丝子山萸肉地麦各五两，远至八几天各半两，麦冬五味子甘草人参葱茸石斛茯苓桂心附子各一两半，上十五味至下筛，
九幅方寸笔，日三，加至三笔，十壶散至大风，四肢不收不能自反复，两肩疼痛，身重尽及筋肿不能行，时寒时热，足如刀刺，身不能自任，此皆得之饮酒。中大风露，卧湿地，寒从下入，腰以下冷，不足无气，子经虚，脉寒，阴下失精消，令人不乐，恍惚时悲。此方除奉清身益气，明目强阴，令人有子补不足方。石斛十分，牛膝二分，杜仲附子各四分，白子仁松枝石龙瑞云母粉芍药。上十六味至下筛，九服方寸笔，日二，因不起被吐丝子，杜仲腹中痛被芍药，膝中痛被牛膝，背痛被痹，腰中风被防风，少气被白子仁，绝不能行被则泻，随病所在被三分，亦可肾力散至虚劳百病方。阳肾一具阴干茯苓一两半，无味子八戟鱼肉石龙瑞桂心牛膝甘草防风干姜细心各一两，地黄二两，人参中乳粉菟丝子石斛丹参肉苁蓉附子。上二十味至下筛，和中乳粉和角，更筛令云平淡，以清酒服方寸笔，稍加至二笔，日在右方至男子五劳七伤，八风十二痹，无有冬夏，悲忧憔悴，凡事病皆虚服之方。阳肾一具阴干，农圃茯苓五味子八戟桂心石龙瑞山鱼肉细心人参石斛女尾母荆子芍药白脸甘漆矾石龙胆川芎苁蓉续断白术菊花川椒远志黄泽泻碧黄芩各一两，干姜附子防风。菖蒲牛膝各一两半，桔梗二两半，山药秦椒各二两。上三十七味至下筛，九服方寸笔，日三，既房事。右方阳肾一具阴干，石龙瑞续断桔梗干姜菖蒲山鱼肉茯苓各二两，农圃无味子八几天桂心细心人参石斛女尾母荆子芍药白脸龙胆川芎苁蓉川椒白术菊花黄碧附子天雄乌头牛膝山药一两半，秦椒石各一两，一座矾石远志二两半，干漆三两。上三十六味至下筛，九服方寸笔，日三，此笔前方无泽泻、黄芩、防风，有乌头、天雄、鱼巨同，属欲散补丈夫一切病，不能具数方。山药经石一方用枸杞子续断，一方用远志茯苓一方用茯神牛膝菟丝子八戟杜仲各一两，苁蓉一两，无味子山鱼肉一方用防风蛇床子二分。上十二味至下筛，九服方寸笔，日三，夜二，为尽酸蒜，自外无所忌，服后五夜之绝，十夜力生，十五夜力壮如盛年，二十夜力倍，若多忘，加远志茯苓体色，加白子仁服三剂，一鸡肉亦可为丸，服三十丸，日二夜一，以头面身体暖为度，其药和平不热，调五脏，九补五劳方。五月五日采五加精，七月七日采液，九月九日取根，至下筛，服方寸笔，日三，常服去风劳，妙治五劳六疾七伤虚损方。苁蓉白龙骨阳起时续断天雄各七分，五味子牡蛎蛇床子地黄天冬桑。上十七味至下筛，九服方寸笔，日三，服中乳散至五劳七伤，虚雷无气力伤疾方，中乳六两，
无论粗细，以白净无赤黄黑为上，同当中可胜三两之，并取素粗糠二合许，那当中煮五六沸，乃纳如煮，水欲减又添如故，一时出，以暖水浸淘之，曝干，欲言不作。鹿角、白者、白马精、别盐、硫磺、别盐、铁精、石斛、人参、磁石、桂心、姜蚕各一两，蛇床子三两，上十味为末，以枣膏和捣三千杵，久服三十丸如五子。日在，慎防是及生冷醋滑稽诸尘败，寒食中如散至伤损乏，少气力，虚劳百病，令人力强，饮食去风冷，方见十七卷肺脏地黄散主义气条中补绝，令人是饮食除热方，生地黄三十斤，细切曝干，又取生者三十斤，捣之自知，令相得出曝干，复如是九番曝捣末，时候九服方寸比，勿令绝。三旦散至风劳毒冷，百至不差补虚方，中如紫石英、白石英、白术、桔梗、防风各五分，瓜蒌根、人参、川椒、干姜、附子上十六味至下筛，九服方寸比，日三，行时数不至五十步以上。服此大家，少年勿用，自于补方通用，老少皆宜，冬日服之。一方明更生散，不用紫石英、川椒、杜仲、茯苓，用赤石之，为十三味。石伟完，皇帝问五劳七伤于高阳赋，高阳赋曰：一曰阴衰，二曰精轻，三曰精少，四曰阴消，五曰囊下湿，六曰腰一作胸胁苦痛，七曰膝厥痛冷不欲行，骨热，远视泪出，口干腹中鸣，食有热，小便淋漓，经中痛，或经自出，有病如此，所谓七伤，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心劳，四曰忧劳，五曰疲劳，此谓五劳。皇帝曰：何以治之？高阳赋曰：石伟丸主之。石伟细心使远至茯苓则泻菖蒲杜仲蛇床子葱蓉桔梗牛膝天雄山鱼肉白子仁续断山药各二两，防风赤石之各三两，上十九味为末，取枣膏如蜜，和丸如五子，久服三十丸，日三，七日愈，二十日百病除，常服凉，催逝无食。茯苓、泽泻、桔梗、山药有瓜蒌根二两半，五补丸治肾气虚损，五劳七伤，腰脚酸疼，肢节苦痛，目暗 KTKT， 心中喜望，恍惚不定，夜卧多梦，觉则口干，食不得味，心肠不乐，多有恚怒，房事不举，心腹胀满，四体疼痹，口吐酸水，小腹冷气，尿有余力，大便不利，方悉主之。人服延年不老，四时勿绝，一年万病除愈方。杜仲八戟各六分，人参五加皮五味子天雄牛膝防风远至石斛山药枸杞各四分，地黄葱蓉各十二分，鹿茸十五分，菟丝子茯苓各五分，茯盆子石龙蕊各八分，碧蛇床子石楠各三分，白术三分，天冬七分，上二十四味为末，蜜和丸如五子，久服十丸，日三，有风加胸、归、黄、五加皮、石楠、独活、天雄、茯神、白术、脖子人各三分，有气加浓朴、枳实、橘皮各三分，冷加干姜、桂心、吴茱萸、附子、川椒、
细心各三分。蟹精加九子、白龙骨、牡蛎、鹿茸各三分。蟹粒加赤石脂、龙骨、黄连、乌梅肉各三分。春根据方服，夏加地黄五分，黄芩三分，麦冬四分，冷则去此，加干姜、桂心、川椒各三分。若不热不寒，亦不需增损，知而服之。三剂以上，即绝数事西家。肾酸算快沉臭大冷醉吐，室外百无所肾，稍加至30丸，不得增，常以此为度。无比鼠玉丸治诸虚老百。损方：山药二两，葱蓉四两，五味子、菟丝子、杜仲各三两，牛膝山鱼肉、地黄泽蟹茯神一座茯苓、八戟赤石脂各一两，上12味为末。蜜丸如五子，食前九服20丸，加至30丸，日在，无所忌，为浸醋蒜陈臭等物，服七日后，令人见四肢润泽，唇口赤，手足暖，面有光彩，消食，身体安和，音声清朗，是其艳也。十日后尝肌肉，其药通中入脑鼻，必酸疼，勿怪。若求大肥，加炖黄石膏二两，湿性健忘加远志一两，体少润泽加白子仁一两。古今鹿宴有白马精二两，为16味，治丈夫五劳七伤，头痛、目眩、手足逆冷，或烦热有时，或冷臂骨疼腰髋不随，食虽多不生肌肉，或少食而胀满，体色无光泽，阳气衰绝，阴气不行，此药能补12经脉，起阴阳，通内治外，安魂定魄，开三焦，破积聚，浓肠胃，消五脏邪气，除心内浮热，强筋练骨，清身明目，除风去冷，无所不至，不益处广，常须服耳为佳。70老人服之上有非常力，况大暑欲丸，致男子女人虚损伤绝，头目眩，骨节烦疼，饮食减少，雷兽百病方。山药附子、古今鹿宴作茯苓、人参泽蟹各八分，天冬地黄黄芩当归各十分，甘漆杏仁阿胶各二分，白术白脸、古今鹿宴作防风，芍药石膏前胡各三分，桔梗干姜、桂心各四分，大黄六分，无味子16分，甘草20分，大豆卷5分。问号：上24味为末，蜜和枣膏，捣3000杵，丸如五子，九服五丸，日三，渐增至10丸，重仅无，丸如弹丸，每服一丸，以100丸为剂。八味肾气丸治虚劳不足，大可欲饮水，腰痛，小腹拘急，小便不利方：地黄八两，鱼肉山药各四两，丹皮茯苓泽蟹各三两，桂心附子各二两，上八味为末。蜜丸如五子大，九服15丸，日三，加至25丸。仲景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子，姚公云加五味子三两，葱蓉四两，张文仲加五味子，葱蓉各四两，肘后方用地黄四两，泽蟹、附子各一两，鱼各二两。肾气丸治虚劳肾气不足，腰疼阴寒，小便数，囊冷湿，尿有余力，精自出，阴为不起。呼呼喜悲方：地黄八分，远志防风干姜牛膝麦冬微蕊山药石斛细心骨皮甘草附子桂心茯苓山鱼肉各四分，葱蓉六分，钟乳粉10分，阳肾一聚，上19味为末。
蜜丸如五子，九服十五丸。日三，稍加至三十丸，古今路燕无远志。防风，干姜、微蕊、牛膝、骨皮、甘草、钟乳，有枸杞一两，黄四两，人参三两，泽泻、干姜各二两，大枣一百枚。又方治男子妇人劳损虚羸，伤寒冷乏力，无所不治方。石斛二两，紫菀牛膝白术各五分，麻仁一分，人参当归茯苓川芎大豆卷一具，上十八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九服十丸，日再，渐增之。一方有葱蓉六分。又方此方胜胡公肾气丸及五十丸，地黄茯苓原参各五两，泽泻山药山萸肉桂心芍药各四两，附子三两，上九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九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以之为度。一方有丹皮四两，又方治肾气不足羸瘦日剧，息息少气，体重耳聋目暗百病方。桂心四两，地黄一斤，泽泻属玉茯苓各八两，丹皮六两，半夏二两，上七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九服十丸，日三服。黄汤治五劳七伤，诸虚不足，肾气虚损，目视 KTKT 而无所闻方。黄干姜当归羌活，一座白术川芎甘草茯苓细辛桂心乌头附子房，上十九味为末。以枣糕与蜜为丸如五子大，九服十五丸，日二，加至三十丸。一方无川芎、干姜、当归、羌活，为十五味。古今路燕无阳肾，有羌活、钟乳、紫石英、石硫磺、赤石脂、白石脂，凡石各二分，明五石黄丸。又方疗虚劳方，黄鹿茸茯苓乌头干姜各三分，地黄当归桂心川芎各四分，起白皮兔，上十五味为末。蜜丸如五子，平淡九服十丸夜十丸，以之为度。进如药法，神化丸治五劳七伤，气不足，阴下失养或生疮，小便数有余力，阴头冷疼，精自出，小腹急，绕其痛，膝重不能久立，目视默默，见风泪出，颈酸精气衰微，卧不欲起，手足厥冷，调中立十方。葱蓉牛膝山药各六分，续短鱼肉大黄各五分，远志泽泻天雄白子仁菟丝人参防风瓜蒌根杜仲石斛川连白术甘草石当归各一两，桂心石楠，上三十一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九服五丸，日三，加至二十丸。三人九子丸治五劳七伤补一方，酸枣仁白子仁薏苡仁菟丝子枸杞子蛇床子子地肤子乌麻子母荆子地黄山药桂心各二两，葱蓉菊花子各三两，无味子二两，上十六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九服二十丸，日三夜一。甜谷丸治五劳七伤，补五脏除万病方。人参石斛当归杜蒙石长生石韦白术远志葱蓉八杞子菀茯苓天雄附子干姜蛇床子牛膝牡蛎牡丹甘草百子仁山药阿胶地黄五味子各，上二十六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九服三丸，日三，通明丸治五劳七伤六疾，强力行事举重。重病后骨髓未满房事，所食不消胃气不平。麦冬三斤，地黄石韦各一斤，紫菀无味子葱蓉甘草阿胶杜仲远志茯苓天雄各半斤，上十二味为末。
密丸如五子，时上饮若九服十丸。日三，加至二十丸。补虚一经大通丸治五劳七伤百病方。地黄八两，干姜当归十壶，葱蓉天冬白术甘草人参芍药各六两，紫菀大黄黄芩各五两，防风四两，杏仁茯苓各三两，白芷一两，麻仁半两，川椒三升，上十九味为末。白蜜枣糕和丸如淡紫，空腹服一丸，日三十日效。赤石之丸治五劳七伤。每事不如意，男子诸疾方。赤石之山萸肉各七分，防风远志瓜蒌根牛膝肚。众山药各四分，菖蒲续断天雄白子仁葱蓉二分，石韦二分，蛇床子六分，上十五味为末。蜜枣糕和丸如五子大，空腹服五丸。日三服，十日之，久服不老。加菟丝子四分加，鹿角丸补一方。鹿角白马精一座鹿精，十壶山药地黄人参菟丝子防风蛇床子各五分，山萸肉杜仲赤石之泽泻干姜各四分，石龙瑞远志各三分，无味子八戟天牛膝，上二十一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久服三十丸。日二，忌米醋一方，无干姜五味子，葱蓉丸补虚益气，治五脏虚劳损伤阴闭，阴下失养或生疮，经中痛，小便余沥，四肢虚稀，阳气绝，阳脉伤方。葱蓉山药各五分，蛇床子远志各四分，菟丝子六分，天雄八分，无味子山萸，上九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久服二十丸。日二，加至二十五丸。甘地黄丸治五劳七伤六疾，脏腑虚弱，饮食不下，颜色离暗，八风所伤，补虚益气，进食滋颜色长阳方。地黄茯苓天雄各七分，蛇床子六分，桂心麦冬各五分，远志葱蓉杜仲甘草各十分，无味子四分，阿胶枣肉各八分，上十三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久服二十丸。日再，加至三十丸。常服弥加，治虚劳不起，囊下痒，汗出，小便淋漓，经中数痛，尿石赤黄，甚者失精，巨苦逆血，目视 KTKT， 见风泪出，经中冷，精气衰，两膝肿不能久立，起则目眩补虚方蛇床，细心天雄大黄百子仁菟丝子，杜仲茯苓防风碧菖蒲泽泻各四分，远志牛膝各六分，瓜蒌根三分，萸肉桂心葱蓉山药川椒石韦白术各，上二十二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久服十五丸。日再，渐加至五十丸。十五日身体轻，三十日聪明，五十日康健复壮。扶盆子丸治五劳七伤雷兽，补益令人冲健方。扶盆子菟丝子各十二分，葱蓉鹿茸八戟白龙骨茯苓天雄白石英五味子续断山药各十分，地黄八分，远志干姜各六分，蛇床子五分，上十六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久服十五丸。日再，细细加至三十丸。肾生冷沉臭，张文仲无龙骨鹿茸天雄续断白石英有石斛白术桂心枸杞子人参薄子仁泽泻各六分，牛膝细心各四分，赤石之甘草各八分，山萸五分，治五劳七伤。
虚雷无力伤疾方菟丝子五味子各二两蛇床子一两上三味为末蜜丸如五子每服十丸日三尽如常法补一方甘漆白子仁山萸肉酸枣仁各一两上四味为末蜜丸如五子每服二七丸加至二十丸日二驱囊丸治风冷补虚弱益主百病方地黄山药牡蛎天雄蛇床子远志杜仲鹿茸桂心五味子鹿涎草石斛车前子菟丝子葱茸雄鸡肝味莲蚕蛾等分上十七味核捣为末蜜丸如小豆大九服三丸加至七丸日三夜一尽如常法虚令常有药气大一人服药十日以后少少的强崔平氏治五劳七伤方中乳粉碧各一分八戟菟丝子葱茸各二分干姜三分一座干地黄上六味为末蜜丸如五子九服七丸日三服气行百步服酒三合更行三百步胸中热定即食干饭牛羊兔肉任为羹去肥腻于不济明目一经常治背力九服长生耐老方远志福神细心兔丝子木兰续短人参菖蒲龙骨当归川芎茯苓各五分上十二味为末蜜丸如五子服食丸日二夜一满三年一治此时久疗丈夫虚劳冷骨中疼痛阳气不足阴下界宜作痛热方此时石斛则泻防风各五两杜仲桂心各四两天雄桑寄生天冬黄各上十二味举以酒四斗浸渍服三合渐加至五合日再服亦可单自磁石服之食应兼治男女五劳七伤消枯雷瘦风虚固冷少气力无颜色不能动作口苦咽燥眠中不安噩梦惊惧百病方白石英碎如米以醇酒九升铜器中微火煎取三升以竹篦搅物助手去子澄清子石英至铜上各一斤地黄一斤白蜜三斤苏一斤桃仁三斤石斛五两白子仁远志茯苓山萸肉人参麦冬桂心干姜五味子白术葱茸甘草天雄白芷细心川芎黄防风山药各二两上二十四味至下筛纳煎中如不足加酒取足为限煎令可丸丸如无字大九服二十丸日三稍加至四十丸味度无药者可单服煎令人肥白充实米角丸方取当年心角连脑顶者为上看角根有灼痕处亦堪用退角根不平者事不堪诸米角丸方凡有一百一十方此特出众方之外容成自高服而羽化夫造此药取角五句或四句三句二句一句为一剂先取煎一大寸即各长七八寸取势截断两把棒得即与长流水中以竹气盛旋尽可食宿如无长流水处即于镜盆中满注水浸每夜一换即将出削去皱皮以立棒棒取白处至心即止以青粟米干净两粟出经一宿即干握去旧水至心卷上铺干净则去恶物粗骨皮即棒不匀者即以无灰美酒于大白瓷器中浸经两粟其酒及器物随要多少其药及酒具入镜府中出无火煮一时酒后急着文火微煎如泄木肺
以柳木臂长四尺阔三指者许缴之，不得住手，困则一人，时时更添美酒，以成间为度，间之皆须平淡下手，不得精两素，仍看谢萧似西郊，即以牛乳五大升，苏一斤，以次见下后药，米角一条，至令黄为散，与诸药同治之，槟榔、通草、秦椒、人参、甘草、菟丝子、肉苁蓉各二两，上捣为散。如不药补，即不需此药共煎，又可一食食后，药似稠粥即止，火少时歇热气，即投诸药散相合，搅之相得，仍待少时见稠年堪作完，即以心气盛住，以众手一时丸就如无自大，若不能众手丸，就选暖剑丸亦得之，如粘手，着少苏土手，其服耳之法，空腹取三果浆下之，如无三果浆，酒下亦得，初服三十丸，日加一丸至五十丸为度，日二服，初服一百日内，即房事，服经一月，腹内诸疾自相驱逐，有威力物怪，见后多泄气，能食，聪耳明目，补心神安脏腑，填骨髓，理腰脚，能久立，发白更黑，冒老还少，换气者加枳实、青木香、准钱各一大两，若先曾服丹石等者，即以三黄丸时上压令宣泄，如饮酒时面口干，鼻中气粗，眼色，即以蜜浆饮之即止，如不止，加以三黄丸使威力，诸凡如此一度发动以后，方使调畅服，至二百日，面皱自展光泽，一年齿落更生，强记身轻，若风日行数百里，二年常令人肥饱少，十七十以上却成后生，三年常作金髓，欲见未明，四年常饱不食，自见仙人，三十以下服之不辍言，一定而不变，其要修和须敬事中，不得令女人、孝子、鸡犬等见，妇人服之一家，至五脏虚劳，小腹咸及胀热，方九肾于五十壮，老少损之，若虚冷可治百壮，横三间寸久之。